们待会来绑头发，因为我待会要出门。来绑头发。当。好，就是这样子。然后我的刘海到底想怎样？它这里有一个洞哎。Hello。Hello。Hello， 金佑峰。Hello， 戴戴。今天只能看一个小时 ，OK。OK。我今天的睫毛也很厉害，有看到吗？嘿嘿，谢谢。吃早餐，我们一起吃早餐。大家吃早餐了吗？好了，还没想到，谢谢戴戴的鲜花。干嘛？主播，你干嘛 ？Hello Nick。Hello， 柠檬，早安，吃早餐喽，各位，没有你的好吗？肯德基早餐，太棒了吧？为什么吃那么好？早就吃完了。九代很早起床吗？还在睡觉？对，是吃播。你在等你的早餐。干嘛？没事。嗯，好吃哎。哦，找地方哇！谢谢你，不要一直看着我好吗？他就一脸这样，你什么时候要给我吃这样的那种感觉？安静。就是三明治或者是御饭团之类，蛮好吃的，很好吃的早餐。B B 跟大家说早安，嗨 B B， 你要上来吗？谁叫你要一直叫？你得要上来跟大家说嗨。B B 的毛又长出来一点点了，不要动啊！等一等，妈妈再帮你弄早餐。不要动。Hello， 早安，大家早安。B B， 哦，差点被他吃了。好了，你快点。嘿嘿嘿。哎，不可以，这是我的。他被抱就不会叫了，对啊，因为没有，因为他看到妈咪在用他的早餐了，他吃很多哎，小肥狗，是不是？你就是小肥狗，干嘛？不要用我的灯，悠悠卡随便丢，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你在讲什么？九代。啊！不对。
又要看。对啊，这什么歌啊？西兰，嗯，西兰被踢飞了。谢谢 Jerry 的荧光棒 ，Hello 草莓酱，草莓酱早安。看到被你们看到我的悠悠卡，因为我都藏在壳后面，然后可是我的壳就是这个嘛，赖奇送我的那个熊，等一下。然后反正就是它架不上去那个叫什么，谢谢孝贤的带你去流浪，它架不上去我的那个脚架的那个，因为壳太大了。所以呢 Hello 静秋， Hello 樱桃，谢谢思源的招福师，所以我就把它拔下来。我刚刚有讲完吗？应该讲完了。Hello 小诗，玉米蛋饼好吃耶。大家早餐都喜欢吃什么呢？早餐就是要吃玉米蛋。手机壳哎，好好讲话。Hello 透露奖，火腿蛋饼 ，Hello 喽 ，Hello 叶星，我想吃你的早餐，麦克鸡块，满分宝啊，烧饼夹蛋，烧饼夹蛋好像蛮传统的，是吗？就是那种传统早餐的那种，15元小馒头配10元麦香，哇，很棒哎。我觉得现在那个 Seven 不是有那种叫什么加量馅料加量的那种预饭团，它没有让我感觉到有什么加量，就是没有什么 feel 啊。加量还要就是还要比较贵，但是它又没有让我感觉到有什么加量，所以就不太理解。饭堆没有，它是写馅料哎、欸，它是写馅料不是吗？烧饼外面哦，可以自己来吗？我没有自己用过哎、欸，有吗？我们有自己用过吗？应该没有吧？烧饼啊。通常都是买外面的。我刚刚讲什么去了？啊，花莲有一家玉米蛋饼超好吃，在美伦，不是美伦，花岗山，时光旅人，他的店名叫时光旅人，然后他们家的早餐很好吃，我记得他们也有烧饼什么的。哎、啊，不是，是什么抓饼？叫什么抓饼？南瓜？嗯，地瓜抓饼。然后，哎呦，然后，Hello Akira，Hello 念琪，对，时光旅人就是这样。然后在花岗山，然后他的我去的话都吃玉米蛋饼。然后配榛果奶茶，对吧？好像是，就它的奶茶很好喝，超好喝，无敌好喝。好啊，抓紧时间去吃，我好久没吃了。那家要排队哦。嗯，那家对要排队，除非你家外送之类的。
就会有一个老板骑那个什么电动自行车，还要帮你送餐，而且那个老板就是每天都会穿着那个很正式的 waiter 服吗？就是他的穿着每天都一样。然后那一家有一只超可爱的大狗狗，它应该还在，对，应该还在，没有送过台北啦。Hello Kid。Hello， 卢正一。Hello， 曼心。嗨，干嘛？他在我旁边。我吐舌头。吃蛋饼，对，吃蛋饼。Hello， 奶食蓬蓬。谢谢阿 Kira 的桃花和果子。干嘛啦？张冰冰已经吃完的，你还要吃？他吃得很开，他已经吃完他的啦。Hello， Evon， 是这样念吗 ？Hello， 你好，早安。不行，你不准进去，进去你妈咪就抓不到了。算了，我还是可以抓到他。对，过来啦。Hello E， 谢谢。伊翁，谢谢你的桃花和果子。上来。嗯。过来一点。那是西兰吗？你是蛋饼，好哦。你坐好。Hello， 你好啊。Hello， 衣服。喷糖？哪有啊？我家很干净。过来。可以坐好吗？过来这边。谢谢天佑的招福师，谢谢 Evon 的娃娃娃娃，我破音耶，娃娃。我们，我们是，我没有吃到，好好笑。谢谢。谁的星之冠？谢谢小翁的星之冠，谢谢燕子的 love you， hello， 你很可怕，小贤。谢谢点的星之冠，谢谢小白兔的桃花和果子。干嘛？不要去找我。BB， 这个是西兰。为什么？西兰改名？你是西兰的吗？我喜欢玉米蛋饼啊。小学的星之冠，什么啦？很多戏耶，蛋饼。Hello，
樱桃吗 ？Hello， 愚者，谢谢点的小狗娃娃。林姐今天放假，对。自己想，对。谢谢点的小熊娃娃。谢谢樱桃妈的玫瑰。谢谢点的樱花羊根 ，Hello 加红，谢谢点的蓝色一元棒，恭喜点中奖，谢谢阿华的母羊宝宝，哦，好吃。这是什么的？啊，不是笑话。谢谢大家分享我的直播间。哦，豆类。没有笑话，我跟大家讲一个笑话。就是呢，笑话，哈哈哈哈哈哈。对不起，我想不到梗，我也不知道在干嘛。就这样吧。好不？好好笑。拿下来，突然觉得少了一点什么的感觉。我们要绑头发，你们来看我绑头发，就是绑我的公式发型，就是只是想要绑那个发型而已，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。公式发型啊？不是，直播没戴眼镜有点不习惯。怎么可以这样子？这才是正常的我，好不好？哎，有没有那个？等一下。欸，头发太长很难整理，你知道就是睡觉啊，你要翻个身，就会那个头发全部卡住，卡在手那边什么的，然后就卡住，
不然就是随便都会被压到头发。谢谢小麦的小狗娃娃。我怎么睡的？什么意思？就是睡啊，然后翻身什么的都会压到。Hello， 不然睡前像，可是绑着睡觉又不舒服，然后隔天起床就会全部打结的。谢谢小麦的星之冠，不是普通的翻，什么意思？平常必备的东西，就这样，然后跟。然后呢？我发现用直播的画面看很看不清楚啊！谢谢小麦的韩式花束。然后呢，就是先后面分辨，我也不知道我每次都是分的什么样子，可是有人说我分的很厉害，我也不知道，就是一个闪电，因为有的时候分直线不是会就是分歪吗？可是你分闪电你就不用担心分歪，因为它是闪电，呵呵，它本来就是歪的，懂吗？就是这样。然后我都会就是从这里就开始分，不然会秃头。就是每次的发际线都一样的话，就会秃头，所以不行这样。就是要八岁格格，我也想去当格格，我想去当固定班底，固定的丫鬟。可以吗？期待我去当丫鬟的那一天，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。反正呢，我是不是听到的？好，没事。哎，哪有啊？哎呦，发现，等一下。然后呢？我跟奶茶喝的。open 啊，没有，然后就是这样，哎，他为什么往外翘啊？啊，反正就是每天他都会翘在不一样的地方，反正我们待会拿离子夹把它这样夹回来就好了。他节目很 free， 三二一来截图，什么东西要干嘛？截图什么东西？三二要做什么？我不知道。截图！哇！什么？哇！哦吼！谢谢樱桃的带你去流浪！哇！我要学那个现在的鱼摆流行姿势。哦！哇！天哪！谢谢樱桃哇！谢谢樱桃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耶！谢谢你，谢谢九蛋的桃花和果子，哇，好厉害！谢谢。五级好漂亮啊！对啊，五级很厉害耶。听五十的手势吗？什么东西？那是听五十的手势。是啊，这样子哎，这样子哎。模仿做模才没有，哎，烦呢。谢谢樱桃，好，我们继续绑头发。哎呦，我的须须每次都不乖。哇，好厉害哟！一早的喜悦，谢谢樱桃。在五级做魔毯，好酷哦 ！Hello， 熊熊，我要破音了。
下我的这个嘘嘘是小贝。什么？雨林眼睛要更大，谢谢。他每天都在长大。我希望是这样子。Hello， 大剑 ，Hello， 大剑。Hello， 爱睡迪猫，是这样吗？哦，转错边了，等一下。谢谢，我怎么一直卡台？谢谢孝贤的真情告白，谢谢西兰的真情告白。长高没长长眼睛，好啊，眼睛也蛮重要的，对吧？为什么我的嘘嘘不见了呢？我嘘嘘跑去哪了？哦，这样子，可是两边嘘嘘是不一样的，每次都要找很久的嘘嘘，两边不一样多哎。会变外星人？不会啦，越大越好，赞赞。这也一样的吧，其实看不太到。噔噔噔，双马尾要分线吗？什么意思？什么叫双马尾要分线吗？分线是哪里的分线？Hello， 沉鱼落雁，谢谢。啊不 ，Hello， 公园奶茶。Hello， 我后面有没有分好？有吗？有。在呢？有没有看到吗？我有给他们看到吗？Hello， 宝。还是不用整理啊！要要要，就是脖子好美，有吗？我脖子很短，就是一个给你们看好了，就是怎么给你们看？我转不过去，我现在姿势超丑，这有吗？看得到吗？看到吗？哦，就这样了，反正就是一个闪电，短的好美。Hello 大铁 ，Hello 钟灵 ，Hello 菜菜 ，Hello 阿姆纳奇 ，Hello 小明，怪人，有看到吗？我要你们看闪电分线，不是看我的脖子。哦哟，烦呢。看不到就算了，没关系。为什么我的？这里一直怪怪。哎，我的，在这里。忘记看闪电是怎样，不要给你们看，都这样子不认真。吓死我！我以为我打喷嚏完之后，我刚刚的分线都不见了。好，然后我会先把一边绑起来，因为不要让它跑来跑去。什么闪电波特？什么闪电跟？啊，波特是谁？为什么没有小翅膀？母鸡头。你要去吃早餐，好哦。哎呦，他很烦的，这一根一直跑出去。哦，哈利波特，哈利波特的头有闪电。真的耶，刚刚被超车了。早上竞争就这么激烈吗？吓死人！刚刚被超车。Hello， 谎言，哈利波特。然后反正就是这样子，然后。如果
果再不行的话，就拿个夹子，因为这些有可能会跑来跑去。可是我的夹子不知道去哪里了，就是真的不知道去哪里。等一下，我看一下，这里应该有夹子。有哎，在底下。等等哦。好了。小贤，你怎么没有过好小时班？我只能。Hello Cookie。Hello 玄阳。Hello。啊，给你们看我昨天画的，其实看不太出来那个颜色。但是我还没有画好，只是底色而已。然后我睡一觉起来，它就全部被压坏，气死我了。他讲了，你刚刚在帮，你刚刚要帮我，你会帮我撑住吗？我怀疑哦。就这样子，然后哎呦，反正就是把它夹着，它就不会乱跑。然后就绑头发，就开始绑那个辫子，又没差几点，真的吗？在哪里？看不到，因为这里的画面超难绑。被雨林自己压坏了，就是睡觉的时候翻来翻去之类的，然后还是坏掉。然后我的头发还是被我拿走了，搞笑吗？在这里。像 Lady Gaga， 不要这样子，我知道那个，你们不可以之后听到这首歌想到的是 Lady Gaga 的 MV， 很好笑。很喜欢看女生绑头发，真的吗？很好看吗？然后这样子。看到就是这里还有辫，我也不知道我有没有拉好，反正就是这样，应该是有了，通常都会拉好，不然我会生气，我会一直重绑，我对这个方面很执着的，应该拉。为什么这里那么少一撮、啊？我忘记抓了。然后就绑，什么东西？你们在干嘛？然后因为前面没得抓了，所以就只抓后面就好。我应该有绑好。然后我通常会在这里就把所有的头发全部绑上去。大家很有钱的，我看不出了。大家一开门就一堆的车子在那边，怎么会没有钱、啊、对不对？大家大家是超级富二代。哎，但我表哥很有钱，我怎么没有感受到？因为表哥忘了给你红包。哎、欸，我今年的红包收超少，就两包而已，气死我了。然后还都拿去交学费，烦呢、欸。这样，绑好了，绑好一点了。你又忘了咬着橡皮筋。我就跟你们讲，我不会咬橡皮筋。你干嘛把另外一边的头发绑到那边去？等一下哦，有人鼻涕快流出来了。早上的例行公事就是流鼻涕，当然不够啊，小明。好了。哈哈，
看到了，看到了，怎么了呢？嗯，然后我每次化完妆，我就开始擦鼻涕，然后我鼻子的妆都大，都掉了。为什么大件都还可以收到7包的红包？八号一边了，该怎么看？看得到吗？看不到吗？看得到吗？反正就是这样啦。然后鼻涕针用喷嚏针粉啊？什么叫用喷嚏针？但是林姐的阿舅那个，我不敢，我怕我太丑了。这也不会了，就是我通常会全部遮住。嗯。两边到底有没有一样？应该有，左边就少，是吗？嗯。因为我在把这里的留长。傻哭啦！好，不要闹。来，送你一张，谢谢。客气。Hello 二三。对，因为我们聚餐不是去萨利亚吗？然后我们就变成 Uni Celia 这样。对啊，我们有对歌哎，而且还是出国的，很开心哦。Hello 二三，我现在的脸看起来很亮，因为我打亮，但是实际上看起来我也不知道怎么样，就是会反光，就看起来皮肤比较好，应该吧。好，我要开始绑了。在这里，在这里看这个画面也太难绑了。你没有先打针，你这边通常都绑得很丑。哪有啊？有吗？有。通常都绑得很丑吗？对。哎，你才黑黑的臭表哥。萨库拉族超穷的啊，什么的，难怪今天看，哪有啊？我今天看起来比你还要白吗？大姐，超难绑，因为这边不是惯用边吗？虽然都是用同样的两只手编，但是不太一样。风铃草那边有个财主不是吗？什么？风铃草？林姐，他们那一组很多财主，好不好？我们这里的财主是那个吧，林一吧，存折。你支援我，我没有存折吗？我有存折。好啊，大件给你哦。七一七一。99元。林一不是财主吗？林一是哦，我跟你讲，林一说不定是。啊，我们还有紫竹，紫竹我不知道，但应该有吧。纯音组对比，纯音组是什么？
哦，你说只有我们这一组的画笔应该是他，是不是很乱？没关系，正面看起来还好吧？还好啊。很好，在。然后就是放在这里。我很喜欢上一次迷你 concert 老师帮我绑的那个感觉，因为就是每一次每个老师绑，就是不一样的老师绑的话会不一样。但我忘记我上次是给哪个老师绑，反正就是不一样。废话，你自己绑会不一样啊？对，哎呀，反正就是这样。反正上次就是绑得很棒。大件，瑞婷是天使，天使很有钱。天使不需要钱，天使假讲。就有了。这样应该好像有点乱，没关系。就是，然后今天这边比那边好哎，比这边好。对啊，后面不管了，没关系。那个不是第四啊。好了，要卷吗？你们觉得？卷。可是卷了我就会超过时间，我待会要出门哎。还是得要用一下，等一下哦。我肥了呀，就是跟今天衣服有点不搭，我的发型。没关系，我有这里买了。可能吃东西吗？出动我的小草莓。噔噔噔！刚刚还想说你是不是放假，我是放假，没错。不是，你是请假。我放假。草莓。我的刘海有的时候其实用这个东西就可以了。哦，还被 BB 咬，你看到吗？看到那个咬痕了吗？有的时候用那个就好了，但是有的时候就是还是需要夹一下，不然它会不听话。啊！我刚刚留的须须要被我绑上去了，我真是傻眼。而且两边还不一样长，我要把它剪掉。这么剪？可是它就是不一样长。哎、啊，算了算了，咬痕笑死。Hello， 西西，不会喷定型液吗？要看呢、欸。今天要喷吗？可是我觉得我的定型液太废了，就是它没有什么用，因为定型液就是我买的，可能不太好用吧。有的时候好像应该拉出来一点，但是我都没有拉，就是我觉得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，可能要问阿潘他们买的是那种比较专业一点的吧。我记得他们很多人都是用的，就是那个小迪还是谁收到的礼物，啊，不是，是小迪送的礼物，是谁啊？妮娜收到吗？可能吧，那时候交换礼物的时候。不是有人抽到定型液，就是那个，是不是三个队，然后都要选对角？不知道 ，I don't know。指法还是整，可是整要整好久、哦。还好吧。本来有用不同，是吗？我先把这根夹回来。
莓酱回来了耶。Hello， 草莓酱。草莓酱在这里。啊、哦，你看他回来了。你看它不一样长啦！现在唯一失败的就是这个须须，其实刘海好像还好，这是一个随性的感觉。剪掉它，等一下吧。时间。诗雅七七雨喵，不一定，我也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是谁。这不是敬老尊贤的关系，就是一个要可以什么处理事情之类的吧。两边的网又是不是故意的，就是还不够。Baby 现在睡什么觉？敬大学者。果果瑞婷也不错啊，哎、欸，如果是这样子排的话，我才不会是的、欸，是晨晨吧？啊，不对，我八岁，耶、yeah ，没有，我不知道。下课组队，啊，组当队长，不要告诉我。超久的啦，我只卷了一撮、欸，没关系，慢慢来。应该另外记得擦上这样子。我不会、欸。卷发器不够热吗？就是它很小只嘛，所以就慢慢来。而且它的设计不太好，它的设计就是这里不能不能旋转，它不能旋转的话，就是那条线会一直无限旋转，然后到最后就全部打结在一起，所以呢就是有点麻烦，但是也还行。我会考虑我要不要卷发，是因为我卷发的话只有现在是好看的，就是待会出门它就全部都掉了，然后就不知道意义何在，所以呢空白念那个会烧掉，空白那个会像那种美妆什么，就是那种美发的那种部落客一样，他们有出一系列的就是之前的失败合集。Hello， 小白同学。挑本的。用完，对啊，整段头发就掉了，然后就这样，啊、哦，我现在要来教你们卷发，然后这样，然后他的头发就整撮这样拔下来。对啊，台湾的天气太潮湿了。所以那时候去日本的时候，就是头发就维持的蛮久的，睫毛也夹的蛮翘的。Hello， 公安，你好啊。然后就变光头了。在韩国才化妆，在台湾都不会化，真的？为什么？在韩国的街头是不是不化妆就是有点怪啊？我好像去过韩国，可是那时候我还不会化妆，是小孩子嘛，没关系。芭蕾，公式照真好看，谢谢谢谢空白。选这个发型是对的，你们觉得我下一次要不要也用这个发型，还是要换一个发型？
你们喜欢哪种发型？一定要化妆，一定要化妆，不能素颜。所以学校不会规定说不能化妆，是不是？马尾，单马尾吗？也有人推荐我，就是刘小晴，说你可以绑单马尾。我就不知道。那你就跟刘小晴换那个吗？他才不要绑这个，他不会绑头发，他不会绑辫子，很好笑。他要绑那种山谷辫，可以绑成鱼骨辫，我是觉得很厉害。哦，所以说不定他其实是高手。用头发之前先换好吗？不一定，看我心情。我如果有记得要先换的话，我就会先换。你要绑什么造型？冲天炮。把头发用乱，会啊，再弄整齐这样，因为我都会忘记。快了，剩三撮，还有另外一边，哈哈哈。限动长颈鹿了，你怎么叫人家长颈鹿了？就是差不多是像这样吧，而且他超突然的，他超奇怪的。练舞练到一半，老师说啊，你们就是那个练习哦，然后他突然跑来帮我绑头发，哦，傻眼，是不是还没睡醒？西西，欢迎解任务，西西来解任务，你在上课，西西在上课。然后我为了报答人家就亲了，就亲一下，没有好吗？我很可爱吗？就是那个发型是蛮好笑的，但是他的绑的时机点太突然了。我觉得待会我待会是跟小晴一起约，然后他一定会晚出门，因为每次都是这样子。就要关手机，不然就会被打。老师，老师，为什么我剪得那么乱？我都会提早个5分钟。哎，有的时候可能是我晚来，就是通常是我们两个很没有默契的，就是有的时候出门，一个人说哦，再等我一下，我先用一下头发，然后另外一个人就会开始狂滑手机，然后就包包也还没收，然后怎么就开始滑手机，想说反正他也还没好，然后下一秒就是突然就啊我出门了，然后他就会忘记带很多东西，很好笑。好哦，秀贤，拜拜。秀贤要去伊拉夏伊马塞，那么早吗？还是要先去准备？拜拜。好了。准备食材。
还有拜拜，好酷哦，想吃寿司。做早操，精神喊话。哦，哦什么？通常精神喊话不是那种。哦，今天要一起努力包寿司。哦，好好笑哎。可以听声音，你有戴耳机哦。学习五分，我、哦、还好不是五学分，下次你怎么还在这啊，小学？嗯，等下把原则，很好笑哎、哦。蓝牙耳机，老师。可是有的时候我戴蓝牙耳机，就是隔壁的人也听得到，就是那种会有那种嘶嘶嘶的声音。因为有连到他手机吗？不是，然后之前刘小琴在我旁边听蓝牙耳机，他没有连到他的耳机，他是放出来的，然后后来还好那时候是在宿舍，我说小姐你的耳机没有连到，然后是太大声吗？不是吧？然后反正就他就放出来，然后我就全部都听到他在听什么歌。什么早安的歌吧，忘记那时候是听什么歌，反正就是这样子。小妹妹是学弟妹，西西被留级了，是这个意思吗？你不要一大早让西西不开心，我告诉你啊，西西我最爱你了，这死小孩，我帮你打他。西西我最爱你。对啊，蓝牙要好好确认，你要确认你的手机上有出现一个蓝牙耳机的符号才能。打起来，打起来，啪！那是打苍蝇的，还有打 BB 的。尼采不是手机。不要生气气。你不要生气，也要叫彩杰嘛。这样林杰会生气气。我好烦啊！其实我们应该结束直播了，我的时间到了。但没关系，我们继续卷头发。N 三哦，还需要 N 四？为什么？哎、欸，你不是也应该要日文锁定了吗？可是我不会。那你这样不能毕业？哪有？我们学校没有这个规矩。有？没有？要罚妈妈，念新型病毒，你不要在那边乱来。谢谢二三的桃花和果子，聪明王蔡雅恩 ，Hello 孙少凯，他不会丢火箭，他会丢火星塞。嗯，什么叫火星塞？你看。嗯他说发什么？什么意思？就是西西没有拿到奖金吗？就是西西早就已经过了，所以拿不到奖金是吗？火星塞是什么？
是我的国家的腮耶。我的国家的，我的星球的腮。那你再去考一次嘛，你就说你没有考过，再去考一次，然后考个最高分，老师就会给你最高奖金100块。对不起，可是考要钱呢。你说老师，你先帮我缴那个钱，我就去考，对吧？考要钱吧。他也想一百个，好好笑。大健，你下次就送张雨林一个火星塞好了，他就知道什么是火星塞了。这是一个木塞，不是。笑，笑什么笑？哎，麻烦改一下头贴啦，看看什么叫火星塞。什么叫火星？什么？傻孩子哪里傻？谁傻？傻傻、啊，不塞你个头啊！不然塞哪里啊？奇怪。西西，那你来帮张雨林考好了。不会，说不定那个有人去顺便考了检定考，然后就突然西西，然后西西就突然拿出一把扇子，然后讲：“哈，你作弊。”细细的翻白眼。哎，我们卷好了，各位，卷好了，就这样了，结束。好了，配合对身份，好好笑。随意的书，不行，随意的书他会乱跑，就是差不多像这样子，然后呢就完成啦。谢谢大家今天陪我绑头发，然后我们要快速念绑。大家换好头贴了，就是木塞啊。乱讲，哪里木头你告诉我。那塑胶塞。哪里塑胶你告诉我。铁塞，差不多就是这子的东西。那是干嘛的？那个塞酒，就是那个打开的木塞，塞不回去就塞。哈哈，大家借我虐待一下小孩，引擎点火。哎，你把我的刘海吹歪了。为什么你打屁屁不会被骂？西兰放在这里，天线宝宝，不要闹了，各位，不要闹了。大健，我要一个火星塞，我要帮张雨林做成那个发夹，让他夹在头上，这是一个火星人的那个代表徽章。他的头发，他的头发，这种。火星塞公主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各位，不要闹了，各位。快点，我们赶快先贴上去。我们要来练绑了。下播，你要播啊。我要在这首歌唱完之前弄完，是不是？各位，之后呢？这首。
首歌就是我们的下播歌，你们听到这首歌就代表我要下播了 ，OK？ 就是这样。我也觉得西兰，对不起，什么东西？是我教子无方。你没有子啊？哦，你有子，对，你教子无方。B 面没有教好。第一名是孝贤，谢谢孝贤。第二名是樱桃，等一下，樱桃没有反牌怎么办？
西兰，不要说，不能说，不好说。你在看那个？我不喜欢呢、欸。在哪里？二三，你在哪？天佑，我下次来看 mini concert。等一下，不要再摇了啦 ！Hello， 哈喽，就是这样子，谢谢大家。Hello PSY，Hello 与你相遇，与我相遇，我也是一个对，我也是一个鱼。Hello 昆尼，谢谢大家今天来看我的直播哦，我们。明天见，对，就是这样子。姑奶奶，我刚起床，好，大家拜拜。晚安。都日西西了，拜拜，拜拜拜拜拜。大家今天上班上课加油加油，祝西西可以拿到奖金，加油。然后明天见，加油。拜拜。你不接锅什么意思？拜拜啦，拜拜拜拜拜。西西呆呆怎么了？拜拜，再见，拜拜拜拜。打到我自己。